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娜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密室逃脱，看看这一关我有没有办法顺利通过。2 1 Go， 走了。一开始的场景感觉还蛮简单的，然后照着这个路走。我在水上行走。一下显示，一下没显示，好酷哦！它这个是水上的路，然后要去哪里？前面就是我们密室逃脱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哇哩！等一下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，所以我们稍微在这边观摩一下它。可以哦，这一间建筑物非常的大。来，我们直接进去 ，Go Go， 全速前进。进来了！目前感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。点就在这边。对嘛，密室逃脱就是要这么简单啊。这一关应该就是连小学生都过得了的密室逃脱。可以，这个等级我喜欢。点在上面。想必就是这样子转吧。来，我们直接冲上去。迟到点了，轻轻松松，这一关好简单哦。等一下，如果太简单，我们片长会不会不够？太快破关也是一个烦恼。这边有个，这边有个密道。那密道也超级好找，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先下去。等一下，刚才那边有个缝，但是我比较想要先看一下这边。这边可以去哪里？这边没办法去哪里。好，那我们下去。这边有个缝，这边下去。路应该真的是在这边哦，然后我们要走这个水管，堵住了，走这边的水管，还要引导我走这边呢，这边跟迷宫一样啊，这关做的还不错有点像迷宫，隐形墙，他特地做了一个死路过来，只是为了要跟我讲说这个是死路，怎么可能？是这样子吗？我总觉得不太对劲。我知道，从这边冲过去。GTA 可是是可以冲的，好吗 ？Yes， 过来了，呜呼！找到路了哦。我们现在只要想办法找到可以上去的路。这边有可以上去的路吗？点就在我现在的正上方是没有可以上去的路。所以我们还是走到了一个死路。那边是可以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等一下之后才会来的路啊，我现在太早来到这边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早了一点点，还是说我们先走这边，先确认一下，搞不好这边可以上去啊。慢一点，这边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就可以跳海，所以这边真的没路吗？
好，重生点。那我们应该是走这边过去吧？这关设计成这样子，就是希望我们走这条路嘛，然后再走右边跳下去，还是左边？左边那下去就上不来了、欸。好，先下去。点是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是没有看到那个，没有看到路，再下去就回不来了。没错，再下去就回不来了。哦，走这边。我们要怎么出去那边？进水管，然后一定有一条路是可以出去的、啊。有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哦，找到路了。再来下一条路，我们要上去。上去的路哦，所以我们要回刚才那个地方哎、欸。怎么回去啊？这边没有路可以回去啦。下来就回不去啦。我们想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嘞，如果在这边360有机会可以吃到点吗？哎，吃到点了，哈哈，重生看看。哎，我们回来了，然后下一个点一定就是去刚才我讲的那个地方嘛。来来来，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。这个地方啊，史上最快过密室逃脱的一关就是这一集了。走这边，哎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走这边，哎，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然后下去是死路嘛，对不对？先确认一下点是在哪里。点是在这边的下面，看不到东西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先飞过去再说啊。然后飞的力道不可以太猛。好，过来过来了。然后点是往那个方向走。我们先看一下点，完全没有看到点在哪里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黄色的跳台。会是在那边吗？会是在那边吗？看一下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在一个离点很近的位置，就在正下方。来，我们下去。Yes， Village Winner， 这一关我认证，小学生都可以过了关卡。太棒了！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